有羊肉吗？羊肉有啊。对。他拿假的出来说还是真的，也是卖到200块，这个利润太大了。为了降低成本，居然把猪肉混充成羊肉吗？我们在投诉人的带领下，伪装成顾客到大台北果菜市场这一家崇尼买羊肉。这是哪里的羊？业者说羊肉是国外进口，强调两斤包装价格是250元，但仔细看肉质散碎，闻起来也没有该有的腥味。我们马上到超商冷冻快递，把样品送到 SGS 在高雄的实验室，检验结果没有验出任何羊肉，而是猪肉成分。猪的嘴边肉嘛，把它切割，嘴边肉跟羊肉是很像的。它的纹路是超像的。阿国在卖肉界打滚多年，他说假羊肉大多来自美国猪，为了节约成本，不少业者用猪嘴边肉蒙混成羊肉贩售。除了一般消费者受骗之外，对于不能吃猪肉的回教徒来说，更是无法接受。一辈子不吃猪，然后被你这样搞一下，他那个连一点点都不行。挂羊头卖猪肉，我们致电给业者，老板这么回应：我不知道，那个卫生署的来啊。那你知道说你卖的羊肉其实是猪肉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假的人，我被娃娃问他们。业者称自己也是受害者，会找上游厂商问清楚。新北卫生局则回应，会派人到市场稽查，如果有不实，可依照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》去开罚。但最恶的恐怕还是偷钱买单的消费者。